衣服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想法？还是他们试衣间有那个这个武功招式的名字的那个衣服？嗯哼，对，所以我们想要那种感觉的，就是有一点是中国风的感觉。那我们走吧，那我们就过去啊，走啊走啊走啊。哦，中国风的地方在哪儿？哎 ，That's kind of cool. Yeah, that's pretty cool. 嗯，这个。就选衣服的时候，吴建豪队长他就一直在帮我们翻衣服，然后帮我们挑。嗯，白色的有龙的在哪儿？然后每一个人他都会照顾到，对，就是特别细心。这个 is actually works。这个很正常啊，你看黄的、白的、黑的。对啊，这也 OK 哎。这个哎，有有有有有哎，这个也有呀，功夫。我看看这件，要不要我穿这件呢？吴建豪是一个一个帮大家仔细配选衣服，我们就会觉得嗯，每一个人都有被关心到，团队的精神也比较振奋一点了，这样子觉得大家整体的状态又更好了，这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信心。对，因为那是队长说的话。